哎，抢劫抢派出所来了，胆儿够肥的呀你！爸，叫爸也没用，放下，自己交代，怎么想的？我只有2分钟，爸，以后你不能出警，我是你未来的儿子，我还有你老婆照片呢。你再说一遍？对，和我妈的照片。带什么呀？手机呀。哎，就打电话，摇人用的。 这才是摇人用的，说到底想干嘛？爸，警察同志，一会儿这个电话会响，让你出警，这警出了你就回不来。同志，我警告你。收到。走，出个任务。好。你叫朱新民，24岁，老婆今天刚怀孕。我看你就是存心来捣乱的。让他说。 你还打算等孩子生了男娃叫铁熊，女娃叫子喜？这个谁都不知道吧？我后来在你日记里看到的。那是男娃还是女娃？不明显吗？我朱铁熊，带爸的。让让。就不怕你儿子恨你吗？他从小就没爹疼，被同学笑话，妈妈安慰他说爸爸是个英雄，可谁来安慰他妈妈呀？ 今天你去了就会死，你不怕吗？怕，其实每次走到这儿我都怕。卖出去了，怕有个三长两短；对不起老婆孩子，卖不出去，怕对不起人民警察四个字儿。可你还别说，穿上这身衣服，还真就没那么怕了。同志，帮我跟没出生的小子说，他老子不后悔。还有。 他老子很爱他，我刚才就是瞎说的，快去吧，注意安全。爸，干活了，走着。收到，干活了，走着。